迎客20天抽个满命水身，在以前来说那都是一件想都不敢想的事情，放在整个原神界那也是相当炸裂的一个存在。但这次的这个零氪号还真给了我这么一个机会，从零创号爆肝16天时间，一共抽了354抽，拿下4+1的符符，还有0+1的白珠，而且下一个符符还是大保底。以目前仅剩的资源来说，5命肯定是稳了，6命的话还要看歪不歪，还是很有悬念的。 Hello 各位好，我是阿伟。原本只是一次简简单单的零氪速通深渊挑战，没想到发展到现在的零氪满命绝世挑战了，现在已经是4+1的符符了，没有任何的后路可言，那只有接着干了。挑战的第17天，现在每天就一个事情，那就是爆肝原石抽符符。昨天也就是16天的时候，符符的卡池已经垫了40抽了，不出意外的话今天肯定是要出金了。先干个八运岛，再干个青睐岛，凑了个10抽，开抽58抽没有出金，换一个星辉59抽祭礼剑，再换一抽60抽还是没有出金，接着再干个海奇岛，今天的最后一个10连70抽还不出金啊！别急，还能再换一抽，好好好，71抽还不出金。挑战的第18天，先来干个贺关，凑了个10抽大保底，71、72、73、74、75、76。76抽拿下5命符符，接着干接着干，须弥走起，凑了个10抽没有金光，当前已经垫了14抽了，继续爆肝一晚上。供奉梦之书到了13级，常驻池应该出金了吧，直接单抽2发下去，出了本四风原点，这个作用最大的就是这个星辉可以兑换2抽了。今晚的最后一个10连还是不出金，把身上的都抽完还是没有金光，一共垫了27抽，最后深渊四下水，好，又打多了一颗星，12层第一间能打满了，后面2间还是没啥希望。挑战的第19天，上线继续干个须弥的雨林，来看看今天的第一个10抽，37抽不出金，继续干下一个10抽。这一抽直接给我出金，哇，祭礼剑可以。47抽没有出金，但是又来了一把祭礼剑，舒服。再来个单抽48还不出，再干一发49还是不出，直接垫到50抽还是没有出，接着干下一个10抽。森林书干完，兰纳罗的宝库拿完，顺便也把活动给做了，今天最后一个10抽，60抽还是没有出金，再单发一抽61抽还不出金，熬不住了熬不住了。挑战的第20天，能不能拿下满命的符符就看今天了。干完整个甘露花海那一片，来满命奇迹，至10抽必出金，金光完了，兄弟们完了，71抽还不出金，单抽单抽，72不出，73来了，73抽满命。这下真的节目效果拉满了，73抽歪了克星。好消息是满命符符稳了，坏消息是地图上的资源所剩无几了，一切都充满了悬念。收拾收拾心情，卡池还剩3天，没有到最后一刻绝不放弃。